好吧，又便宜又实惠，关键是皮实。这车有点意思，别的车都敞门，它敞门。这啊，骂我是吧？我跟你说，门啊，什么都是次要，想要什么门我都能给你装上。那这宾利的它不合适吧？没问题啊，马丁的我都能给你装上。哎，要不弄一劳斯莱斯的反着开，别。这手挡啊？哎，手挡好啊，爷们儿就得开手挡的，扒拉来扒拉去有感觉。 那倒是，关键我媳妇儿她不太会开啊，没事儿，平常都是你当司机。那也是，这座椅啊，这个脚垫都抬式。座椅，我给你换皮的，脚垫我送你。真的？真的？多少钱？5万。这么便宜？不是你这托是怎么的？我还没还价。什么托？我告诉你，这都30多年的兄弟了，不可能蒙你。没什么大事故吧？车是没什么大事故，但是小刮小蹭总是有。 那倒是，这刮刮蹭蹭也是难免的，那就它吧。嗯，这花花都怀上孕了，咱也不能亏待它跟孩子。怀孕了？是啊，刚查出来，双胞胎。哟，你的啊，弄清楚。兄弟，那你这样啊，冲着你这双胞胎，4万5开走。讲究，局气啊，必须的。兄弟，这以后得深交啊。不是，这跑多少公里啊？咱都深交了哈。 这公里数呢，你就甭挑了，因为在我这公里数都能调多调少，我付的都能给你调出来。<笑>也是啊，那什么时候能提这车呢？嗯，3天吧，门子给你换成宾利的，座椅给你换成马丁的。成，3天之后我拿着现金来提这辆劳斯。<笑>哎，我目前没看到你怀孕了。啊？没有怀孕？啊，什么都看不到啊。嗯， 那要不放心一点，你血再去化验一个吧。没有怀孕。你没有怀孕，你流的什么产呢？啊？你连自己怀孕没怀孕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做事也太草率了吧？啊？我以前跟你说过，不让你去流，不让你去流，你偏要去做下去。啊？现在好了，你看没有怀孕。 我现在作为医生啊，我的工作这么忙，你外边一个一个在排队，你看看我的工作一大堆一大堆的，现在挤得进你们来捣乱吧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工作忙不忙啊？我不就是很忙啊？哎，你们走。王小雨，儿子，叫你来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？身体怎么样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有什么。 没有怀孕，没有怀孕，太好了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！我都快吓死了，早知道我先买个验孕棒先验一验。什么？你没买验孕棒，你怎么知道你怀孕了？那个我去了私立诊所，而且阿叔他妈还给我号了脉。你脑子烧坏了吧？脑子瓦特了？<笑>还让我担心一场啊？哎呀！ 现在雨过天晴，说想吃什么，姐姐请客，必须你请。终于可以泡泡汤了，泡泡汤了，吃啥吃啥吃啥。来，花花，啊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啊，你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啊？ 哎，林立树，你凶什么凶嘛？这是我们俩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我问你话呢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如果你敢告诉我这孩子没了，咱们俩就完了。林立树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婆没怀孕。骗谁呢？我跟她一起去做的检查。那个医院搞错了，真的没有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林立树啊。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日子还得继续，是不是？走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啊！走。你等会儿，我问你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做检查。这短信怎么回事啊？短信我发的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这短信的内容应该是你的意思吧？嗯，好，就算是之前那家医院搞错了，你是不是也以为自己怀上了？如果真的怀上了。 这孩子现在是不是就没了？你告诉我是还是不是？我。
拿着，太让我失望了。 抬头望路中央，人匆忙。